由 HG 加和南加州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国际人才招聘会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隆重举行。今天是我们第五次办这个活动，我们就是想帮助国际学生，中国的国际学生找工作，然后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南加州大学合作，希望我们对学生真的有帮助的。招聘会上有超过40多家招聘单位前来，其中包括亚马逊、呼噜、苏宁、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知名企业，为近1000名参会的求职者提供工作职位。HG 加还邀请到 Google、呼噜等知名公司的招聘人员，为求职者提供专业的职业讲座。USC Marshall graduates some of the smartest and best and brightest students who go to jobs all across the globe. And so this is just one opportunity for us to be able to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our ongoing mission of educating students around the globe. And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representing USC Marshall with my team and with everyone here. So once again, thank you.在当前美国不断收紧对国际留学生在美工作政策的形势下，举办招聘会就是致力于帮助国际留学生实现实习、就业以及未来的发展平台。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凭借丰富的政府、社会、企业资源，尽最大的可能为留学生谋求福利。我们很高兴今年南加大可以赞助在一届的这个国际招聘会，国际生呢在南加大代表着很大的一部分群体，而且也对南加州当地的 diversity 多样化然后贡献了很多的力量。我们希望南加大的同学们能够在南加州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国际人才招聘会当天，前来应聘者多以中国留学生为主，其中也有美国本地的华裔学生、印度裔学生和美国主流学生，也有相当的人数前来寻求就职机会。